这种行为呢，它会经常会存在这种。因为白金比较调皮嘛，它的智商比较高一点，能达到3到5岁小孩的年龄智商，就是我们驯养员在水下打扫卫生啊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，白金会过来跟它做一些互动，跟它一起玩。